哎，你们 MP 有奖励吗？以前队伍里面，就比如说 MVP 有，绝对哥巴干过这种事情，比如有10,000块，没有吧？有这种吗？有些队有啊，有些队真的这么好，真的有，我听说过有的队有。我说以前我有个赛季拿10几个 MVP、嗯、啊，把把船长扛灭，是船长，这哪个队会有啊？哪个队会有啊？感觉这老板是二逼才会有。有，老板他有钱呢，忘记了。哎，但是10,000块。但是有一次老板跟我说，我上1000分给我10万块，给了吗？给了呀，上1000分就给10万块。对，但这个合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前是影响，不是这个韩服第一给，这个不影响队内气氛啊。之前不是 Light 打到了，之前在 Snake 是 Light 打到第一嘛？啊，给了吗？给了，最后是给了。最后是给了，前面不给。前面报说要报，不是你说最后给了，跟前面肯定没给了。你知道最后给了就是了，好吧？我等会儿全哥信息来了，问号，一个问号。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全哥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全哥了。哦，那就全哥的后面，那你就报吧。全哥后面，1000分就是10万。对，这么好吗？对。哪个队伍有这么豪气的？想想，哦，你待过的，哦，你拿冠军的队伍，哦，我知道，嗯，给一人虐给了吗？给了呀，真给，就是你打到立马给，先进还是塞你嘴上还是？哇这，哇干，还是先进，塞你嘴上你，我记得很清楚了呀，这么刺激，那你记得你那10万块怎么花的吗？忘了，我记得说播放的时候我记得说，我现在闪起来了又。啊不流程吧。想呀，如果是 AJ 的话，嗯，不只能干一件事吗？走流程吧。哇，要是当时我开箱的话，无敌了，那才10万块。哎，真的，你当时拿那个10万开箱，你现在那么100万，应该100万太夸张了，50万肯定有，我应该有。我操，以前10万块囤几个那个什么泰坦，现在那么几千万。我知道，那个就是怎么说？现在的职业选手有，我给你表演一下那个表演什么？兔子心透了，你表演，你先说。那个，有打职业的在做军火商，能做的吗？很屌，我知道是谁，可以说你也知道是谁，我知道，我们又不说是谁。我知道有个打职业的去，有个很猛，你知道吗？关键那个军火商很猛，我知道是谁，很猛，我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兄弟，这个是最夸张的，很屌，还是小布跟我说的。啊，小布跟你说的吗？对、啊，我是在脸上看到的。谁这么屌啊？回头跟你说，你想知道吗？回头跟你说，很屌，你可以投资他。你这辈子想不到，对你这辈子，你就他的脸跟这两个字是没关系的，对，没关系，对，没关系。那肯定是打辅助了，绝对想不到，又打辅助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这辈子想不到是谁，这辈子想不到，说对的。但是我不认识那个哥们儿啊，我认识，你认识是吧 ？LPL 的吗 ？LPL 的，还没被淘汰。还在打，对，哇操，这么猛，不能说了，不能说了，现在不能再往下说了，对，不能再往下说了，差不多得了，不能说了，回头再跟你说，现在妈这里行，很屌，而且他赚了很多钱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赚了很多钱，甚至还有人投资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是吗？要入股，军火商，我操，看看有没有人说对的，不可能猜得到，怎么扫扫？打木人家说扫粪呢？扫粪母有什么东西啊？扫粪母，扫粪母那纯花钱，我操！扫粪母他妈那个时候二有点饰品得了，还有那 PUBG 啊、哦哎、啊，5000块买个什么口罩？5000块买个口罩，他妈戴2天发晕在那儿，在那儿后悔。我听到那个名字，我人傻掉了，是吧？有点色感觉。你待过吗？队伍主要怎么都联想不到那个画面，对，关键是他赚钱最变态的。哎，那种东西你会看吗？怎么看？像买股票一样，他有那个走势的，肯定像哥巴 K 线图一样，肯定不会啊。那个再看就没道理了，说句实话、我是去玩游戏的，看有点没道理。就那他们买怎么看涨还是跌的那东西，不是，你就单纯想用这个东西啊？哦，你是为了买，所以哦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它自然涨，嗯，那人家不，人家是买很多的吗？那他牛逼，那他牛逼，那他囤那涨啊！比如说他买10张贴纸什么的，他觉得这个走势不错。现在通常都亏了，像这种啊，没有那个眼光就不碰。